我让你提前收拾，你就是不听。你说这是要是误了飞机怎么办？不会的，还早着呢。就是，下午才到，晚上才飞。哎呦，你说这晚上的飞机，它安全不安全呀？啊，这开飞机的他看得见吗？嘿嘿嘿嘿嘿，说点好听的。 哦，我还想起个东西啊，我拿去啊。生日快乐！这是什么呀？你花了多久啊？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这些地方。 都是我想去的地方。等长大了，我带你去。好啊。这上面都是一些你爱吃的菜，比如这个西红柿炒鸡蛋。首先把西红柿洗干净，再切成块，再把鸡蛋倒入碗里，加一些盐，搅拌均匀。 因为很简单的，只需要一些小技巧。你们两个也快点儿，去叫个车啊！ 师傅，打开后备箱。上车吧，上车吧，上车。小雪，小雪，你快点儿。